嗨，我是曼妮，这是一道在餐厅都会点的菜，鲜虾粉丝煲。不过现在你在家也可以自己做哦。我使用的冷冻白虾是来自布袋邱家兄弟的生态养殖虾，同时我还使用了合作社的虾膏汤，还有我们的公平贸易咖喱粉，要做咖喱口味的。我想示范用剪刀来挑肠泥，但是邱基瑶的这包白虾呢，我只找到一只可以做示范，那大家就看怎么做。那有的人会先把虾头剪掉，不过我自己是没有这样做，看个人的习惯。刚讲到虾膏汤啊，其实它是全食物利用的展现，真的很鼓励大家可以多多使用我们合作社架上的高汤类。一般来讲，我在煮虾子呢，我都用干锅呛虾，用这个方式零失败。这也是我的朋友教我的。然后呢，甩锅呢，它可以帮助你的食材跟调味均匀的混合，所以我就把甩锅这个动作练得很熟练。在这里呢，我有加了公平贸易的咖喱粉，它有分甜味跟辣味，就看你喜欢哪一个。大概煮七八分熟就可以了，然后因为等一下还会粉丝煲会放在砂锅里面再煮个两分钟左右，所以你虾子就不要煮太老。记得锅子不用洗，因为你有刚刚你炒虾之后的一些精华啊跟香气，所以只要再淋上橄榄油就可以了。然后我用了洋葱跟柳松菇，相信看完这一集大家都很会甩锅，佛系甩锅。我使用的是我们合作社的宽粉丝，也有细粉丝啊或其他的你都可以使用。那记得泡软，然后再剪个几刀，这样就不会太长，在吃的时候不好食用。用高汤其实很方便，因为省去我们自己再花很多时间去熬高汤的时间。然后我再下粉丝下去炖煮一下。如果你没有用虾高汤也可以，就是用清水，但是那个味道真的会少一点点，也还是有差。那既然我们有全食物利用的高汤，其实就可以多多利用。在这里我加了公平贸易甜味跟辣味咖喱粉各两小汤匙，对，我平常就把它放在小玻璃罐里，然后密闭好放冰箱冷藏，就是保存方式，然后把它稍微均匀混合。刚还有加了白胡椒粉，对，怕没有提到。然后我用了生抽去调它的咸味跟香气。一般来讲煮这个都会用到蚝油啊豆瓣酱啊一些比较少用的东西，但是我觉得我们不需要为了要煮这个去买，然后放在冰箱之后又放过期，因为我觉得这样也很不环保，所以你就用你冰箱里面有的调味料。如果你没有土锅，你也可以用一般的汤锅都没关系的哦。然后把你煮好的粉丝放进去，然后摆上虾子，然后再撒上青葱，然后我大概煮个两分钟左右就可以了。这是一道平常我们在外面餐厅会点的菜，但是其实在家里你也可以自己做，因为我们有很好的邱家兄弟白虾虾膏汤、宽粉丝跟公平贸易咖喱粉，什么都有咯，就缺我们自己动手做。其实我没有做这道菜给大家看之前呢，我在家里也从来没有做过，所以表示它一点都不难。我是曼妮，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